好讨厌的啊。Hey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So in today's video, I'm going to do a topic that I never done before. So today's video is an empty hauls. Basically, they are the products that I've been used, and they were empty. That's amazing because I never, like, I always like use the product like a halfway, and then I give it away or throw them away. I never use them empty. So if the product that I can use empty, that must be very good and. Hope you can keep on watching. And in case that I didn't know how to, introduce the product perfectly, I'm going to switch to the Chinese, my mother tongue. Without further ado, let's just get started. 今天我要用中文来，讲这部影片，因为，我怕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把，产品的优点跟缺点讲出来，所以我用中文来解释一下这段影片。首先呢，我先讲一下好了，我的肌肤状况是超级敏感酒糟肌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酒精类的，一碰到我的皮肤就会整个满脸过敏。如果你有看我的，可能是上一部影片，或者是我还没发布的影片，你就会知道我下了很多功夫在保养皮肤上面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想要介绍的是，哇，这三个是同一系列。这两个我用了完完整整的两罐，你就知道我有多爱它。但当然我现在已经换了新的一个牌子，然后我可能会延续着录下一部影片，会是我的新品，或者是甚至我的爱用品。好，里面会介绍到我现在最新在用的那个洗面乳。那当然这是我之前超级爱，但我觉得这很适合冬天的时候用，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那种凝胶类的洁面产品，因为它没有产生过多的泡泡，不会让我们的脸洗去过多的皮脂，这其实对皮肤蛮好的。然后这两个都是 Simple 的， Simple 是应该是英国的牌子吧， Simple 它的保湿洁颜乳，对。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另外一罐绿色的，可是我有点忘记它的功效，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想要换一个洗脸的产品，然后我一直在找，但是开价的话我用了就是整个会整个泛红过敏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看到他们有出那种 travel size， 就是小小包装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买了那个来试试看，哇，一用真的是惊为天人，超级好用。然后呢，我就接下来我就直接买了大罐的去用，然后用完一罐之后我就哦不行，我一定要再用第二罐。你知道要让我用完一罐产品，而且还有那么要第二罐，这是世界困难。我上一罐洗面乳大概我只用了大概酱子而已吧，我只用了大概酱子，然后就丢给我妹用。对，我没有用完的产品丢给我妹用。然后我用完这两罐，我真的是哦爱到不行，这个牌子真的是敏感肌的守护神，真的。然后我后来又买了一罐他们的，这其实比较后面，这是最近才用完的。那这两罐是比较之前用的，然后只是我一直因为我想要拍 empty haul 吧，但是我很少会有用完的产品，所以这两罐其实累积蛮久。然后后来我就找了卸妆水，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因为我那段时间是属于一个酒糟很严重的状态，所以我不太能画粉底液啊，然后太上太浓的妆，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么强力的卸妆产品，所以我在找卸妆水。然后我还蛮相信这个牌子，所以我就挑了 Simple 的卸妆水。那当然我现在还也是一样用了另外一种卸妆水卸妆产品，那我一样会可能会在下一部影片一起介绍他们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是卸妆水，真的，你像我一样，如果是那种淡妆，像我那时候酒糟肌很严重的时候，我几乎出门就是防晒乳，然后加一点矿物的 BB 粉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我就出门，回家之后用这个卸就可以，用这个卸妆就可以的。而且，说真的，我如果像我今天抹这眼影啊之类的，它也可以卸得蛮干净的，我觉得，只是你要敷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真的是敏感肌的救星，真的。然后接下来，一样讲一个卸妆的产品好了，这是我很久之前买的1028的卸妆水。然后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很喜欢它，因为我是觉得它卸妆力是够，但是它有一点会引起我的过敏。我现在是不是没有 focus？ 它会有一点引起我的过敏，然后再来就是它会熏眼睛，我觉得这很不 OK。如果说它又是专门是深层的什么，它是给敏感肌用，但是我觉得很多给敏感肌用的，然后就是很多标榜说写给敏感肌用，但是他们又加了一堆很多有的没的，我也不懂他们在干嘛。先生有事吗？敏感肌就是要用单纯一点的产品。我知道
他们可能觉得冠上敏感肌，可能大家都很会，大家就都会去买他们吧。但其实也没有，我们也是会看的好吗？我们有眼睛。然后这一罐我就是啊，绝对不会再回购的一个。我用完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受是，哦，我终于用完它了那种感觉，就你就知道它到底是有多么的不好用，不优，真的很不优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基本上脸部的洗卸大概就这样。我真的很少把一些东西，我真的很少可以把一个东西一个产品用到完完整整的没有，真的很困难。除了面膜，面膜一次性的当然可以很快用完。那接下来我们换到头发，头发的部分发膜我有两款介绍，好像是这衣服。发膜我有两款介绍，第一款是我之前在保养头发里面有介绍的那个洗发精的同款 Mycense 的发膜。然后这一款红色的，这个是给有染烫过的发质使用的。那我本身因为我有头发有漂过色，这里应该看得出来吧，这里金色的比较金的部分是漂过的。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子，我保养下来，我觉得这一罐我不会到说很偏爱它，但是它也比一般的那种像 欧宝的发油也稍微再高阶一些些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很爱它，因为我用到了更好用的。然后 Mycense 的这个是玫瑰香，玫瑰香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偏成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就那么一丢丢而已。然后如果说要推荐的话，我觉得你先看看我下个发膜产品再决定要不要买这个吧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换到下一个发膜产品啦，这个超重要，因为这真的是我觉得我一直会回购的一个发膜产品。这个是徐塞懂吗？资生堂的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资生堂吧，我应该没念错吧，应该是资生堂的这一罐。如果你去逛屈臣氏一定会很常看到这一罐，这一罐发膜真的是我极致爱用，真的。你看我这一罐已经用到剩这样子，它，然后我有马上买了新的一罐，就知道我有多爱它。它香味也是那种很淡的清香，就是那种不会说像这个就是很浓的那种玫瑰香，然后就是很淡的清香，我超爱这个味道。然后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，它洗完浴室地上会很滑，所以你可能就是洗完头发呢，可能需要再清洁一下地板，这样子才不会让下一个人滑，或者是穿上拖鞋再进去。然后这一款真的像我现在这样的发质，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是绑辫子睡觉，所以可能看起来头发有点毛躁，而且加上今天雨下的蛮大的，然后就是头发有湿气啊什么，会看起来会毛躁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像我经过漂染啊，他的头发其实受损没有很严重。我真的觉得用这一罐真的是超神奇。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我的发油的关系，但是后来我停用了我的发油一阵子，我只用这个发膜，我真的觉得惊为天人。而且大概我就是每次洗完头发之后，我洗头发都用两次，然后洗完头发之后我稍微抹大概这样子吧，一圈大概50块硬币左右的大小，然后我就是把它包在头发上面，然后洗完澡之后再一起冲掉。这么短的时间它可以达到这么好的修复功能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要挑发膜一定要买它，真的超级无敌推荐。就是不管你是染烫受损的，还是一般受损，一般细软发质，像我是偏细软发质，我真的超爱用它，它真的是我的必回购产品，必回购名单。然后来，接下来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洗发产品的洗发精，大概会可能用到它差不多这样，然后我就可能就不想用，然后就丢给别人用，然后我就可能换新的来用。但是这个我刚开始一开始是听手屋讲，Dolly 他说这个真的超好用，因为他自己也是染烫的受损发质，然后他用完这个之后，原本以为，然后我要看了女人我这台里面，他们也有接受这一罐哎，然后我想说，不买不行喽，我脑波超弱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买了这一罐来洗，之后我也没有到惊为天人，但是就是觉得，哇，原来无细鳞的洗发精也可以做到这么柔顺的功能。但是他们说在洗发过程不会 KK 的，我还是觉得有点 KK 的啦。也不知道是，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搭配了发膜之后使用，我才会觉得它比较滑顺。但它真的是洗完之后，我头皮屑的状况有减少，因为像我用很多无细鳞的那个洗发精都会出现头皮屑的状况，像那个很有名的什么地木蝶，我也是会出现头皮屑的状况。I don't know why。
但是这个让我的头皮屑状况减缓很多，然后让我不会那么 awkward。 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找一罐洗发精，这个还是蛮推的啦，但是我还在寻寻觅觅下一罐可能会更好的洗发精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头发的产品，就是发油。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吹头发吹整之前会先抹一个保护头发的产品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不用不知道，一用就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厉害了。摩洛哥发油超好用的，我真的我不骗你，我跟我妹啊两个用了超快，用量超快，一下子就用完的。但是我们也没有挤特别多，我们大概就是每次用的时候大概按两下左右。它真的超好用，我真的我抹完它之后，我真的觉得我的头发就是可以这样子直接跟那个菲柔那个广告一样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去用菲柔的洗发，跟那个菲柔广告一样，这样子刷下来真的是可以二次弹力回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发油的香气我也觉得很棒，虽然我之前比较喜欢用 Mycense 的那个发油，但是自从用了这个之后，我真的觉得真的快觉得没有它我不行。像现在我快用完，我已经用完了，它大概只剩下就是管子这样子而已吧，这样子的用量，所以我可能撑过今天晚上它就没了，我可能要开始恐慌了吧。这个真的是发油界的神等级，真的必买必买。然后接下来是跟它同系列，我们先讲到身体好了。身体的部分的话，一样是摩洛哥的身体油，这真的是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真的超好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我是很排斥油类，因为我不喜欢身体那种黏黏油油腻腻的感觉，但是它吸收很快，而且它的香气不是那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香气，它的香气是那种微淡香，微淡香那种精油香气。然后我因为而且它是喷雾式的，所以你不太会一下子挤太多，然后不好控制量，就是像我就是小腿这样一二三三次喷完之后开始抹，它吸收超快，而且它香气真的超好闻，然后隔天你就可以抹完光滑的小腿这样。我觉得因为他们好像那时候我妈拿给我的时候他们是一个 set， 然后我觉得用完之后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他们。然后而且因为那时候我有蛮严重的那个就是小腿上面很干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到皲裂的程度，然后我用了好多乳液，像妮维雅啊之类的乳液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改善那个状况。然后我用了这个油之后大概不到三天吧，就我每天洗完澡擦这样子，大概三天左右，然后它就改善了超多。你说它是不是很神？对，我知道。然后好，接下来呢是脸部保养。脸部保养只有这一罐，但是我没有说我很推荐它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是买错的，我是要找油水平衡，但是我妈会错意了，她帮我买成了美白化妆水啊。那我本身是没有在很追求要很白皙啊，但是这一罐的美白效果我真的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无感，非常无感。像我那时候是那刚好买一送一，所以呢我的另外一罐我大概是用到这样子左右吧，我就送给我的同事，好痛，脏到我手，我就送给我的同事用。这真的不知道，应该是我没什么感觉，它是那种精华液的那种化妆水，然后就是它吸收的速度，我觉得在我脸上吸收速度没有很快，然后它会让我脸上有一层薄膜的感觉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。但是它因为它也是那种医美级的产品，所以它其实敏感肌用也是 OK 的，它不太会让我引起过敏，但是就是没有让我觉得有美白的效果，但是它又是美白化妆水，所以我也不懂。而且它其实一罐也不便宜，所以我觉得OK fine， 我不会回购它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好，这个是我卸除眼睛，我会戴这种有颜色的异色的隐形眼镜，然后拍影片啊、拍照之类的。那当然卸完妆之后，可能会有些残留的残妆，或者甚至是我的卸妆油可能会在我眼睛里面。那这时候我就需要一个清洗眼睛，但是只光用生理洗眼水其实不够的，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维生素洗眼液。那为什么这罐是那么多呢？因为另外一罐我已经用完了，然后我不小心把我的罐子丢了，所以我只好拿这罐来当我的替代品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好用，它洗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你的眼睛有干净，有干净，真的是有干净到。然后而且它这个弧度很符合眼睛的
大小，因为像有些洗眼液啊、洗眼杯，他们可能会这边太高或这边太低，然后眼药水就会从旁边流出来。但这个我觉得不会，而且它是软式的，所以是更可以贴合你的眼睛，然后让你清洗到眼睛的每一个部分。如果你有在画特殊妆啊之类，你需要戴上那种。其实一般普通你画日常妆的时候，你也可能会戴隐形眼镜。像我是高度近视者，我就是需要戴隐形眼镜，不然我会看不到。然后我就会需要戴上这个来做使用，这真的很好用，而且隔天你再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就不会干，然后也不会不舒服。So that is today's video, and hope you like it. And if you do,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give me a thumbs up. And I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. Bye.